跳出自信上。你的舞姿很优美，好好练习，下个月幼儿园有表演活动哦。老师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好，其他同学有也想参加表演的可以随时告诉我。曼曼，你跳得真棒，能不能教教我？这很难的，你学得会吗？小心，我太笨了，怎么也跳不好芭蕾，我总是转错方向。别灰心，只要咱们多练习，总会跳好的。真的吗？我们一起练习肯定没问题的。伙伴们，我们也报名参加舞蹈表演吧。好好，快加入我们吧。好，舞蹈小组成立，一起加油吧。你们回来了。云朵妈妈，我们要学跳舞。跳舞？哦，是和小苹果好好一起吗？云朵阿姨好。幼儿园有舞蹈表演，我们组团报名了。但我们跳得不好，想多练习练习。这是好事啊，我支持你们。总是跳不好，你跳高一点，再试一下，加油！要不还是算了。好好，别着急，补充点能量再跳。棉花糖，我觉得自己真的不适合跳舞，要不我就不参加了，你俩接着练习吧。芭蕾舞真的很难。那个踮脚尖转圈圈要练好久呢，要不我们换个别的吧。是啊，舞蹈有很多种形式，你们可以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来跳啊。云朵妈妈，那我们跳什么好呢？我小时候跳过民族舞，很好看的。云朵妈妈，您给我们跳一遍看看吧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二十几年没跳了。跳一个嘛。好吧，那我就给你们展示一小段小时候跳的新疆舞。哇！哇，好棒啊！不对，是这样的，来跟着我的节奏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左、右，左、右。好好，很有进步啊！来，我们继续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来，我们再加上手臂的动作，转圈儿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云朵妈妈，这个民族舞也太难了，比芭蕾舞还晕，我还是不跳了，会影响大家的。好好，别灰心，我们再选个别的舞。棉花糖，怎么了？云朵妈妈，怎样才能帮好好找回信心呢？棉花糖，你有没有注意跳舞的时候是什么让你们步调一致，跳得整齐呢？是云朵妈妈打节拍的时候。对，那我们找个有节拍感更强的舞蹈来跳，会不会更好？可以呀，我们可以试一试。我们要学这个舞蹈吗？对呀，这叫健美操，我保证我们三个人很快都能学会。看起来不太难，我们现在才学来得及吗？别担心，有我呢。善良勇敢又可爱的棉花糖来啦。好棒，我们开始吧。
出自信。下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。棉花糖，你太厉害了！我已经为大家制定好了练习计划，这次表演我们要给大家一个惊喜。好，好，我们先做好热身动作，防止肌肉扭伤。哇，棉花糖像专业的教练一样。我可要对你们严格要求哦。我们做第一组动作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。啊？哎，棉花糖，你慢点，我跟不上。小苹果，你记住，是往右边转圈。好好，你的动作不到位，是双臂左右交叉过头顶，胳膊要摆起来。哦，这样。不是，你用点心嘛。我用心了。哎呀，好好，你要棉花糖，我要被你喊晕了，要不我们分开练习？那不行，我是教练，要监督你们。可你老是嚷嚷，我觉得比之前的更难跳。那好吧，那你们先练，我一会儿过来看。嘿，米花，你下楼帮我看看，他们俩在练习吗？没有我教，他们俩能学会吗？再练习就好。那他们跳得好不好？我还是自己去看看吧。哎，棉花糖，你在这探头探脑的干什么呢？棉花糖，你怎么下来了？你不相信我们在练习吗？不是，我想和你们一起排练跳舞嘛。健美操本来就是集体跳。那我们一起跳吧。咱们做第一节的动作看看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。不对，你们怎么练的？就是啊，你刚才教的那样啊。动作要一致才好看。好好，你动作还是不到位。交叉转圈，手臂要直。我就是跳不好，算了，我还是回家吧。哎，好好，你最喜欢吃的点心来了。那我吃个甜品再走吧。走？又怎么了？棉花糖，跟我来。云朵妈妈，我一片好心想帮助他俩，可他们还是不配合。你太着急了，马上就要比赛了，我能不着急吗？云朵妈妈，我不想教他们了。你想放弃？我觉得可能我不是个好教练。西西，你太慢了。西西，快点儿。西西，水疼了没有？一点都不疼。皮皮，等等我。小心点儿。谢谢阿姨，没事的。不摔跤怎么学得会呢？西西开始学滑板了。是啊，学新本领都没那么容易。你看看西西，如果他怕摔疼就放弃了，他还能学会滑板吗？我懂了，学新本领都要有毅力和耐心。对不起，我第一次当教练有些急躁。其实你们俩刚才跳得挺好的，但是要多练习跳整齐哦。没事的，我知道你是想帮助我们。严师才能出高徒嘛。那我们继续练习吧。好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再来一次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。他跳得真好，我们能行吗？放心吧，只要我们努力了就行。下一个节目是由自信女孩们带来的健美操表演，有请棉花糖、小苹果、好好。真好。哎